漂亮这么年轻的里长吗？啊，可爱可爱哦，你要 end 导啊，要 end 导的感觉。欸、你看那个里长那边自拍，就是十分哦哦，谢谢谢谢子瑜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古人呢，对于公职是非常推崇的。Nowadays 热度依旧不减，是非常多人非常向往的工作哦。李长，我快要气死了！如果你今天没有帮我处理好这件事情，我唯你是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李长，你知道我是谁吧？我楼上的那个邻居小孩一直在跳跳跳。如果是你，你烦不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好吗？喂，接什么电话？先处理我的事情。李长，今天你要是不去收拾那小孩，要是我收拾你，子瑜救命啊！嗨，你好，我是子瑜，欢迎来到永不离开。哎，各位乡亲啊，你有看过这么漂亮、这么年轻的里长吗？我们那个里的里长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很敬业，很不错。我发现里长其实蛮辛苦的，想问一下子瑜啦，那你有遇过什么比较特别的工作的内容吗？其实我这里的话，我有处理过几件蛮特别的事情，分享一下。对，那像比如说像我们要去抓老鼠啊，抓老鼠，去抓老鼠。你本人抓老鼠？哎、欸，我们连做不了里长，我们不要当里长。对，或者是去捕蜂啊之类的。哦，了解。对，但是就是通报相关单位，是是是，然后请他们来协助这样。哦，那你会半夜接到就是里面寻求协助的电话吗？我真的有接过哎、欸，你说哎里长，我家停水了这样。十二点。那一天是就是电线走哦，对，因为很危险的，很危险，因为他那时候是下雨，就赶快撑雨伞，赶快冲去看。半夜好辛苦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有些是好好的寻求协助，有些人是来凶的，就冲进里面办公室，然后说哎，这里长出来啊，搞什么东西？谁呀？自己注意。有被凶过呢？有被凶过好几次，就会默默的忍受，还是帮他处理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还是偏向服务性质。你的工作内容其实也要制作长辈图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长辈图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报平安的功效。了解，也算联络感情，然后也是说、就是、拉近距离的感觉，对，拉近距离，大家比较亲近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实习里长，第一步是不是该来体验做长辈图吗？等一下就请子瑜带我们去体验一日里长，我们就边走边拍，然后拍一些漂亮的素材来。做我们的长辈图怎么样？好哎、欸，没问题。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等一下里长不是带我们去巡这个永福里嘛、嗯？可是我们对永福里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怎么办？对、哦，里长介绍一下吧。好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开三个、欸，直接一个三个视窗、嗯，对我们来说作业比较熟悉一点，有效率这样子，没有错。经过的路线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过来这边，然后这里有一些绿化墙，然后跟植栽的部分。遇到任何状况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收集，然后一起回报给公所。嗯、好的，对，伺机行动 ，OK，OK，、okay, 加油加油，来，一二三，跳跳跳。现在还有，那你可能看到就帮我拿起来。我们就来看这个号志哦，来检查它吗？对，来检查它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路口上面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号志有没有运行正常。哦，对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交通比较紧关。感觉起来有太快或太慢吗？没有，完全 OK。我们要饰演两个老人这样子。对啊，旁边一个正常阿嬷走比我们还快。OK， 没问题。哇塞！哎、哦欸，这个彩绘墙很美哎，这就是彩绘墙本人。对，还有我们绿化的墙面，上面还有写“我爱永福里”。哎，对了，长辈图，长辈图，哎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啊，可爱，可爱哦！你要 end 导啊，要 end 导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里长那边自拍，回去然后后置一下，好好好上传。想必长辈会选我们的，一定会选我们的。好的，来做长辈图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地图超赞。我跟你讲，这可以加入像这种贴纸啊，看很多有没有？加入、哦，我爱永福里，然后热吻，可爱耶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这边给你一个这个小花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。喜欢花，好的，这样 OK。好，放大。你不
在上面，帮我披上去。哭，我跟你说，我把它披上去，然后这样子稍微画一下它，它就侦测到你，直接帮你去背哦，超方便的。贴得很好哎、欸，超快的，手都没有不见。对，明明就没有合照，可是它其实帮我们做好可爱哦。我晚上有感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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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感觉。我们放这里，放这里。OK， 这边。我跟你讲，子瑜。怎么样？当选得到很多票没有错，可这票我们必定拿下。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非常有公正力的，就是我们的永福里的漂亮姐姐们，对姐姐们，他们帮我选说谁的长辈图比较好看。所以如果我们漂亮投给我们哦，请看有没有？早安您好，早安您好，跟您介绍一下啊，我们是有去找我们这个最经典的永福里，这个我爱永福里的这个背板拍照，象征我爱永福里的心，对，画了一蛋了。哦，好的，子瑜 OK 吗？我没有看，再请子瑜秀出你的长辈图。这是我的长辈图，因为各位都是当妈妈的人，太狠了，他走这个亲情牌，所以写上母亲节快乐，送上我们家两只可爱的狗狗，祝福天下的母亲都快快乐乐，每天都开开心心，然后美丽大方，是不是很难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依序来评分一下我们的作品，好的，好的，七分，七分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四分，是两分还是多少？四分，二加二，八分，八分，哇，谢谢姐姐。然后我们问一下原因好不好？等下我们问一下中间姐姐怎么给我们四分而已。四分是为了可爱吗？这样就是可爱。再来是看子瑜的分数，几分呢？10分。Oh my god！ 我们今天真的是输了心服口服。看我们子瑜，哎。不但是最美里长，还很会做长辈图，啊、怎么赢呢？深得婆婆妈妈的心，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来体验一日里长的生活。谢谢子瑜，谢谢子瑜。哎、欸，可以跟大家说啊，其实一日里长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当。哎、欸，中间过程很多你们看不到的，电话一直接，然后很多大事小事，很多里民跑来找子瑜求救、欸。哎，那有 Samsung Galaxy Tab S 8 Plus 呢，就很方便啦、啊，可以增加你工作的效率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帮了我很多忙，是的，非常多的忙。那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是不是我要当你最大的竞争对手？因为我是觉得我好像蛮有当里长的天分。那你要先入籍永福里才可。当然 OK 啊，OK 啊。不然我们请子瑜帮你今天的表现打分数好不好？那我觉得要。OK， 给你满分10分。是的，就是10分。哦哦，谢谢谢谢子瑜，谢谢。不会讲台语要扣2分吧？啊，你不会讲台语吗？我很烂。一定要继续支持子瑜，因为子瑜真的做得很好。你看婆妈对她的分数都超高的，她很关心她的黎明们。对的，那现在有粉丝福利哦，你知道啊，还特别做了一组贴图哦，是长辈图，对不对？都是跟子瑜相关的长辈图，大家可以去下载起来啦。好了，喜欢这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按个赞，然后继续支持子瑜哦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Samsung Galaxy Tab S 8系列旗舰平板，激发你的 Tab 多可能。